家晚安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书叫做 About a Boy， 关于一个男孩。那这本书的男主角叫做 Will， 他36岁，然后每天过着很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就是要去哪里吃东西啊，然后要穿什么鞋子啊，然后呢他发现特别特别好去约会的一个地方就是单身联谊，然后他到了这个单身联谊呢，遇到了很多单身妈妈，然后呢就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小男生，12岁，但是超级超级成熟，然后他们就展开了一个很有趣的友谊。那书里面有一句话很棒， No man is an island， 这是17世纪的一个经典名言，意思就是没有人是孤岛。那我觉得很能够形容这本书的精神，就是这些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，但当他们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是互相帮忙互相支持，发现世界其实是很温暖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晚上的愿望就是大家身边都可以找到支持你的人，生活不孤单。晚安。Good night.